谢谢威奇，谢谢你的火锅。哎，这感觉也挺难打的呀，打芈月有点怕。芈月，我能一级把他杀了吗？有大了呀，
习惯不好呀，买了个铁剑的话死了。哎，为什么这根枪就是死活不过来？这个芈月上头了呀，月塔报仇。我怎么感觉他刷个大招别人都死了呀？把大招刷出来。
谢了魏大仙下虎牙，谢你。这个号没有语音包啊，不能跟他互动。我试试肉马超，别吧，肉我感觉玩不出来，我不会打拉扯，就两枪把别人捅死算了。嗯，嗯，嗯哼哼哼哼，谢谢威奇，谢谢，感谢阿阳。